我们俩的交情特别的好。对，我说句良心话啊，嗯，于老师简直就是我亲生的朋友。哎，啊，什么话呀？您这就啊，朋友还有亲生的？不是，我是他的生前好友。哎，啊，我死了。不是，您这什么怎么说话呢？我啊，啊，我们俩人闺蜜啊，闺蜜，啊，这还不对？哎呀，您都没弄。这句话怎么讲？怎么回事？女孩说闺中密友，这是女孩说的话。哦，我们俩密闺啊，密闺，密闺，俩糖水炖王八，什么话啊？密闺干嘛呀？用不着这词儿。我们两个交情好，哎，说好就完。我都崇拜您了，谈不到崇拜。台上台下，不管是艺术还是为人，是这份的。您还捧我了。家里也非常的好。家庭倒是不错，嫂夫人温柔贤淑，我媳妇儿孩子也可爱。对，你不能不承认遗传。哦，于谦的儿子8个月就能说话。嗯，他语言了不起呀。您客气客气啊，你看看，真的啊，说话倒是早。别人家孩子咱真见过呢，1岁半了，2岁了，说话还秃噜了。哦，于老师的儿子8个月，他早啊。说话说吧，张嘴就说。说什么呀？发票啊，你看看，卖发票去了。这谁给他灌输的这词儿？家庭熏陶吗？没有熏陶。1岁的时候玩积木，玩得多快，小孩都玩积木，拼马的一块，对，一推啊，糊了。哎，啊，好嘛，小时候没小看大人打麻将。这是向您学习。哎，学这学什么呀？学您的家庭。哦，家庭特别的好，嗯，对整个社会都是个贡献。和谐了吗？就我也是个上进的人。您呢？我很希望我能够了不起。那是好。哎，有一个那个世界上那叫什么富豪的排行榜，你知道吧？我听说过，啊，有这个。这个福不福排行榜啊，我这个福不福排行榜，福不福？你想福谁呀？人家福不福吗？不对啊，福布斯排行榜，福布斯的啊，福布斯的。说的不像话。我每天都看看这排行榜，我看看有我没我。嗨，怎么老没有？是不是印错了？哎，啊，我跟您说啊，嗯，有你才印错了呢，知道吗？怎么这样说话呢？废话，我很希望好，气迷心，过上好日子有错吗？那倒没错，是不是？嗯，那凭什么好多人我看着，哎呀，我都替他们难受。哦，一天到晚舍不得吃舍不得喝，哦，开个二手的车，住个二手的房子，娶个二手的媳妇儿，啊啊，凭什么呀？媳妇儿还娶一二手的？我们要过上好日子，人人都富强，那是好的愿望，是不是？嗯，我现在住那房小小，哎，不远处小区新开盘了，那您换一个小区的名字好听，叫什么呢？魔幻城堡，听着就那么诱人，意大利的风格。嚯，3000块钱一平米，那不贵呀，白给一样啊，就是便宜。我到那一看，嗯，真是意大利风格。怎么见得呢？那房子都歪着呢，歪，按斜塔那么盖的，这就叫意大利风格吗？售楼小姐还跟我说呢，啊，你要买可快买。为什么呀？我看这意思，坚持不了几天了。哎，嚯，这就要塌，你知道吧？我说那个你也不能，3000块钱一平米，我们多花，谁告你3000？不是吗？5万。那这3000哪来的呀？3000是物业费。哎，嚯，拿物业费标价。我们俩这儿正矫情着呢，啊，刮了一阵风，嗯，整个小区哗啦，哎呦，没了。我一看，对，怎么对呢？人家说的实话，说的是魔幻城堡，这不变没了吗？这不就啊？这是变没的，那是塌了。哎呀。我得追求一下有钱人的生活呀！这房子没有了，您还怎么追求啊？不买房，买点别的吧。想起什么来了？人都说有钱的人都买宠物，不远处有宠物市场。那您去一趟。小猫、小狗、小鸟，卖什么都有。嚯，哦！我们这你看各种东西都有。啊，哦，啊，小鸡儿也有。哦，小鸡仔儿跟地上跑。嘿，我一琢磨这挺好。哦，啊，从小养有感情。对呀，啊，小鸡儿好玩吗？好玩。怎么好玩？我们有一只小鸡儿跑得特别的快。哦，鸡跑得很快。我那我来这只养它。这只不卖。这怎么不卖？我说你这抬杠了，我给你1000块钱。一只鸡1000可不少了。不卖。起迷心。2000。嚯，哦，不卖。还不卖。3000。哟，干嘛呀？不卖。完了这是。你要疯啊。啊，
3000块钱买一只小鸡儿，你都不卖？就是啊，我跟您说，不是不卖，怎么回事？我追不上它。哎，这好嘛，这鸡指不定跑多快呢，这不让养了，那就没法养了。还有小狗呢，买养狗，买小狗太可爱了。是啊，这个小狗血统很纯正。是吗？京巴、博美、西施、藏獒的串儿。哎，嚯，这狗他们家指不定多乱呢。太可爱了啊！给钱弄回来，美化它要到极致。怎么美化呢？找一个美容院，给狗拉双眼皮儿，给狗美容拉双眼皮儿，好看。是啊，一天的功夫接回来，我一看，漂亮吗？怎么上下双眼皮儿啊？下边也给拉了。我去问去了。嗯，我这怎么回事？说说吧。怎么改千层饼了？啊，就是。我跟您说，开业大酬宾啊，拉两刀送两刀。没听说过。动手术也送啊！我说这不像话，这这不好看了。哎，我说这狗这毛能不能烫一烫？哦，这毛给狗烫个头行不行？烫整个都烫？可以，可以啊。